可以给你试试看什么新竹的绿色成长优卡组。哇，还好有一张单位卡，凯龙。他是在等我放卡是吗？我也不要放哦。人海战术，我这样快啊，一来就直接封印我。加 HP， 护盾，封印你的，不然 MD 满到满出来了。哇，还好终于来一张单位卡了。金爪刀，居然偷我的卡。封印你的，别想这么多。放后盾。哇，被封印。进化成凯龙，对，第二件，觉醒，也不是觉醒，是成长才对。哇，被封印。又在偷卡，他的卡组应该是要在那边拖时间，然后一直偷我的卡，看就知道了。放，这张全部加一加二，看你还不完蛋，真的是要看他可以撑得了多久。封印你真的。觉醒。
支持你还不完蛋。又在偷爬，回收上去搞屁呀、啊！认输吧。拜拜。新しいおもちゃに慣れてきたぜ。